莲花，你醒了，觉得怎么样？是疼还是冷？娘，药是在莲花楼是吗？你等着，我现在就去拿，你别动啊。 真狼狈！都什么时候了，还想着骗我？赶紧给我躺下！ 这个样子，吓着你了吧？你也不看看你现在是什么鬼样子，赶紧躺下。觉得冷是吗？来，喝酒来了。 李莲花怎么样了？毒发了。啊！之前还是一个好好的大活人，怎么突然变成这样了？我来不及跟你解释了，我想见你的坠云彻，带来的长官和墨。事不宜迟，你们赶紧上路。小宝，一定要救李神医的性命啊！